听早上吃饭。这样很大声吗？不会。晚早安。下午安。早安。下午好。讲一件讲给我准没错。旁边怎么有个熟悉的声音？对啊，怎么会？今天好嗨！今天下大雨，然后我的刘海就毁掉，然后我的脚都湿了。我们是落汤鸡，刘海都湿掉了。把脚脱下。耀眼的太阳在哪里呀、啊？但我好好在哪里呀、啊？完蛋！我今天在喝真正的水。完蛋。谢谢韩姐告白。加油加油，谢谢努力实习，喉咙好硬的。520 Hello。然后下大雨，我妈跑来公司。谢谢韩琪的缘分的升级。谢谢韩琪的缘分。是 echo 吗？是 echo 吗？是尾音，是尾音。刚刚整个人都湿掉了。如果要感受北部的水资源是多么的丰富的话，不需要。可以出门。不需要。谢谢下雨都停了。真情告白。对啊，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下大雨。对，还有北部的美妙音乐，不需要想体验的，不需要欢迎。我刚刚还看到闪电在天上。不安，双胞胎，我们长得不像哎。真的，我喉咙很怪，所以是不是要喝水？午安，有我今天跟着他拿了手，原本想买饮料的，但是因为下雨就有点想说算了，可能雨水都喝饱了。啊，是雨水，嘿嘿嘿，开心就好。这是真的水，不是饮料的。下午好。我们刚刚有看到林依晨在开播了。对，不小心看到了。谢谢。万万没在公司，应该没有吧？我不知道哎。什么事？万万呢？万万，他说万万有没有在公司 ？I don't know。I don't know。午安。谢谢本人的可爱脸谱。我一夜冬休，应该是不敢喝饮料。没有啊，我还是照喝。我是会照喝饮料的人。Hello， 谢谢 Kira 大声说爱你。他说果然约好的。没有，没有，不算，其实不算。早安，不算约好的。午安，那说约好吗？也不算是，可能是一秒，没事，就是刚刚好，要来公司直播，刚好都有这个想法。谢谢高斌的一颗星，是刚好有这个想法，然后就刚好聚在一起了。就是这么的刚好嘛，就是、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对，一切都是巧合。这样子你们还是要开很多台，我也没有办法，辛苦了。我们也没有和我们，对啊，两个小朋友学对方的，他学我的，是他、啊、他学我的，我先填十九度，最好是啊，我先填上去，你先填的是，我先填上去了。我先跟你说，我今天要播四。那我先填到表单上面，我先放限动的，我先填资讯的。啊，好荒谬！我赢了，
把镜头转过去，没关系，你就是我没有跳台，我们不会吵架，我们只是大声讨论而已。好啊，娜娜先出现了，耶、yeah. ，赢了，我赢了。皇冠怎么了？赢了，我赢了。那我呀，所以我才有皇冠。皇冠很可爱耶。徐佩文。哈，他去看你妹，你看我吗？其实是我赢了。弯弯弯弯来看我，我是他的首选，是吗？那是真的徐佩文吧？谢谢徐佩文吧。徐佩文。我不知道先看谁，谢谢。对，没错，他就说，那你我该看他俩直播还是看我的？我来找我，那是来找我，你现在来找我，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没关系，我有大家就好。你有大家，我有，我也有啊。我没有徐凡，谢谢熊熊极速浪漫。但是有弯弯，弯弯可以来找我们。弯弯。思豪会来看公演吗？推荐你来看六月公演。确定，六月公演。卖完票了吗？可是上次好像听说已经。午安呢 ？Hello Gake， 我刚刚在他那边看到你在那边跟他说好久不见。可是你这两边的人都一样。确实是好久不见，你上次会到？你要到哪一场？推荐大家来看有珍珍娜娜的公演，每一场都有，每一场都来。啊，礼拜六，可惜可惜。你刚刚才在我旁边说旁边很吵，谁说旁边很吵？给，你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啦。真的好久不见，确实确实好久不见。你应该吃宵夜了，我第一餐没吃的。可惜可惜，我还没有吃饭。是我们考完试，我刚才交了一个作业。你好棒，因为我还有很多作业没交，我希望明天可以做报告。明天吗？好的，明天就可以。因为明天还是要出门。对，明天要出门。可恶的刘海，以为会有临时搭配直播，我没有临时，没有办法要公演了。没有吃。二十二晚上非常的棒，有参加公演就是100分。哎，他说只有我们两个在，不然应该更吵。我们可以再邀请更多人来呀、啊。我的状态没办法起来，礼拜日有酷东西，也不是酷东西吧，可能比较丰富。什么东西？我说我本人。你这个人比较丰富，所以你在说我这个人很没有内涵的意思吗？你这个人就是太有内涵了，每一场都丰富。太棒了，100分。马尾。语法圈，没关系啊，不重要。全家人俱备，可以的，两场就这么好。他有在挑拨离间，谁？他说我就是在说你没内涵。谁说的 ？Gake 先生。好，你们不要讲我们两个的坏话。你说谁没有内涵？你说谁没有？我们会不会坐太近？很近吗？很近吗？一品跟少彤比较吵。对啊，我们是安静派，我们是成熟很近，安静。这句话我说不出来。他说他去另外一边说话，代表他用手机看。他用手机看，所以呢，两边跑来跑去，我们都知道。谢谢雨男的缘分相遇。他刚刚说你没内涵，没有，是你觉得我没有内涵。他说我们脸颊肉都一样，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瘦了。怎么可能？我也瘦了。你哪有？我有瘦。真假的？我有瘦。他竟然说我没有瘦，这是最大的打击。我一直说他瘦了，他感觉瘦了，然后他说我没有瘦。他说给他10分钟到蛋场，
谢谢吉米，难过了，难过了。我就是瘦，你看他就是在跑步间，我们都听得到。把他踢出直播间。就今天是 TP 台 TP 台，你是妈妈的第二名。什么第二名？你说好看好看吗？我穿过来。你说最喜欢第二名。最喜欢第二名。最喜欢第二名。最喜欢喜欢我吧。嗯，是我。那第一名是玲玲吗？谢谢龙哥送的啾啾你哦。谢谢黑姐她送的搓搓你。他说陈小姐晚安。对，没错，陈小姐们，陈小姐们，她的脸颊子比我还软。你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你要看台，你们不看两台，你们坐过看两台了，开播两台。已经被抓走了。谢谢小宝妹妹的救救你们。感觉今天头发会更黑，哎，真的吗？还是因为平常在家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模糊？他一直都很黑啊，头发。头发，他脸很白，谢谢。他脸很白，然后，对，没错。因为为什么后面要打叉叉？你就是不真心。我推了号床，哎，我们推了号床。啊，那我们是就是，就是因为我状态就是起不了那么高。对啊，我们没办法看我们推的直播。嗯，被带走也是正常的，习惯就好。他说我们两个靠近一点，两边都拍到，这样就可以只看一台了。怎么可以？不是啊，那你们还是要开两台啊。你看这啥时间？我以为吃到你就是不来看我。哪里有甜甜圈没有吃到？哦，照到对方啊。我也想吃。皇冠是啥？你有皇冠吗？皇冠，皇冠。他说你好黑哦，头发。你好黑哦，头发。我要生气了。想想皇冠哦。哎，你怎么也有皇冠？当然，我是谁？镜头可以转一下。动物？为什么他？动物。动物。不行啊，这很丑。哎，你这个怎么那么白啊？等一下，为什么？可能我手机很好，没有你的手机比较好。是吗？那我没有开什么，我刚没有增加美白。啊，好可爱！是戳戳你，戳戳你，谢谢你。还是我们要放？我们真的要买两个吗？买。他说为了表示我爱陈小姐，所以以买生血。然后就他是买枣泥的生血。是哦。OK， 枣泥很棒啊。欸，你要不要回来吗？这样子会比较好吗？啊，没有，你的比较白，好不好？哦。你人白那么多。我说你的脸没有吗？好吧。哦，这首歌是噩梦。怎么跳？I don't know。 下去吧。哦，知道。感觉那台比较白。对啊，因为它开美白啊。没有，是手机的问题。没有，但是你还是快对吧。哎，欸，老师不行。没有，我们刚刚有在调，我后来只是我是 iPhone 啊，把美机减少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有减少，好不好？没有，不是，我不是说你没有减少，我是说我觉得我的皮肤快被
磨平了。你说你没有鼻子吗？他刚刚觉得他没有鼻子，因为我觉得我的鼻子快被磨平了。然后嘞，倒圈圈。哦对。我的抱歉，你伤害了我，抱歉，抱歉。OK 的 ，OK 的。我现在在，为什么熊熊一起来了？他在这边来了，在这边也来了，来了。谢谢。但是有一只小很可爱，还是只小。我是你的熊，你是我的熊，我才是你的大熊，大熊熊啊！看一下，你那个聊天哪看得到字啊？可以了，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熊熊先进哪一边？熊熊先进珍珍那边。我们都有黄过，我们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台。哎，对啊，对啊。徐慧婉，你要不要直接进来？徐慧婉。有个人也轻轻的陪伴在身边。不行，我们不是双胞胎，我们不是双胞胎啊！怎么样都可以。他还在走路，请不要暴露你的行踪。谢谢月光 sky， 戳戳你。完蛋，今天的直播一定会很荒谬。荒谬吗？要绑什么？共享粉丝，共享粉丝，共享舞台。耶、yeah ！没有人想你，我有时候没有人想你耶。怎么可能没有人想我？我是说汪汪，他说没有人堵他，我说我以为没有人想他，没有人想哦。那奔跑吧，哎，他说好吵啊，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迷你嘛，谢北人来戳戳你。先写也只买一个就好，不行 ，Jacky， 你收到那么多申请符号，许冠毅想他，那就想去吧。还是他会来公演吗？还是他根本就不会来？买申请。买圣贤，圣贤真买，圣贤真买，买起来，买，买，韩吉在哪？没，韩吉大概在。他谢谢北人的猪猪女，他会开两台。他应该双开的感觉。北荣哥的猪猪女，那他没有在林荫那里吗？谁？谭吉呀、啊？他三卡、啊、哦，对哦，他有两个账号。他，对啊，他有两个账号哎。没有，对。今天他居然是他没看林依，他成长，他在两个账号发一样的东西。难怪我想说，就是那个。群发群发，完蛋了！你现在常常会被就是一些人群发，我说朋友，哎、欸，老师都会群发，各位同学，耳机党就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活力，耶！赞啦！月无忧，可就真要命。魂不守舍，满头往昔都怪你。再多一个人就没有账号了。那有看林一吗？他可能不敢。你什么时候跳过这首歌？生日会跟你一样、哦、跳同一个位置，因为我们都是跳一号吗？零一，你跳一号哦，你不是也是吗？对啊。我
电力满满，买三血针，人类电力满满。我想睡觉。老公好帅，是什么东西？他应该是路过的人吧？应该是路过的人，我觉得。早安已经午安了，没有，第一次见到都是早安。啊，我刚刚要绑头发，因为是 Konnichiwa， Konnichiwa， 还有 Ohayo， 那个 Ohayo， 啊，算了。噔噔噔，脑袋宕机，深夜安了，深夜吗？现在是凌晨四点。那其实凌晨四点，我们是在 America。America， 你想说不用赶回家，是不用赶，安全的。现在如果没有这几天越来越爱这首歌，为什么越来越爱这首歌呢？因为他们厌跳了吧？对，一定是跟我没有关系。嗯，对，对。哎，口白结束了，哎。Sorry， 完全没听到，口白不见了，完全没听到哎、欸，我们太吵了。靠近莫雨啊，没有，他在认真。口白就请来看我们的表演，总有一天会长大的。对，因为都是燕的粉丝，确实。哦，还有团子。团子都唱，今年是新型病毒年，是新型病毒四个人唱还是？没有，只有燕子在唱，他们四个人唱女友。真真的意思是听不到前辈的声音吗？嗯，哇，好坏哦。真真的意思是太专注在于你们了，太专注跟你们聊天了。就是啊，我们专注在你们。音乐就是我们私底下听，私底下疯狂。那他说我会掰，我们真心就这样被他说了一句掰就带过了。他是真心的啊！谢谢爱的熊吧，错人了，是你错人了，谢谢，谢谢，可爱。好好笑，报错了，没关系，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对啊，报错人了，没有关系。宣传宣写的，你们就自己要购买，我们都已经共同开直播了，就是要真的一起指定。跑去隔壁，好，拜拜。那你有没有？他居然他在挑拨，然后被挑拨。为什么他今天一直这样？今天是因为开下午，所以他这样嘛。如果我开中午的，如果我开晚上的话，他可能就他可能没有，因为他可能平常要追剧，他难得看一下，就要说一点话。他平常晚上的时候都会说：“我先去忙。”嗯，对，我先去忙，晚点再回来。然后就真的可能去，就晚点的时候可能你面房可能就会回来，不然就是真的没有回来，不然就是别人家回来，他就才记得回来。还会有人帮他来看剧，就是追剧。人好好、哦，看看啊，所以我们没有剧重要吗？对啊，我们干嘛自取其辱？真的跟剧比，可怜，可怜。我们要这个一视同仁吗？我们说这个一视同仁。你说他是我们同仁吗？我们确实是同仁、同仁、同事。不是，我们不只是同事公司的同仁。先等一下，公司的同仁。谢谢浩谦的缘分相遇。下午好。在头门的行李箱，已经快半个小时了哎，不错吧？对，他没办法反驳，我们就是大实话，因为我是天才，就通常这个说法就是比较正确。是他是天才，我最近正确。谢谢阿叶的缘分相遇。富贵苍苍的糖葫芦，清幸福在这里。没有，我不是天才，
我最近一直掉东西。对，他最近有点做了一些笨笨的事情。抱歉。星星，小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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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星星啊。在大地上要天天开心。他对我，他说他想当星星啊。交给他了。谢谢早市的糖葫芦，谢谢同一口的一颗。是不是有点饿？有人就没有人没有吃东西啊，那有人就吃很多啊。他吃很多。出门能记得把自己带回家就不错了，这我有同感，真的。这半小时聊了什么？没有，我们就是没有话。你看大饿了，弯弯在吗？弯弯可以帮娜娜买食物吗？娜娜饿了，不用啊。等一下去吃晚餐，要吃什么？问你啊，我又没有饿，因为我吃很饱。你几点吃？12点多。看不到脸了，下去，下去。好嘞。一萍有买甜甜圈。他在买那个甜甜圈吗？我也想吃甜甜圈。一冰要过来吗？企鹅。你通知我，看我这个谁？称赞你，真好。送你双手比赞。双手。哈哈哈。他买 Mr. 豆的、啊，那个也很好吃，我很想。啊，那个很甜。我很喜欢吃 Mr. 豆拿的。我没有吃。那不是 Mr. Donut， 那是 Mr. Donut。Mr. Donut 简称 Mr. 可是他上次不是送别人吗？他可能还有很多。他说买给姐姐。素质真好，谢谢。他说买给姐姐。好吧，他不爱我们。他没有我们的份。他没关系啊。啊，那个可以先。只要是甜甜圈，我都可以吃，好不好？墨鱼，他不爱，我只会这个，我也不会。算了，没事。OK。回不来，素条的甜甜圈。Hello。像姐姐的话，他在他是他觉得我比较像姐姐，他是在收回你那边的，什么意思？音频会很高，因为我们状态很高。Peggy， 他刚刚说真正比较成熟，那也没错，因为本来就是姐姐。截图，我现在截图。我比较像姐姐，她的两个都不像姐姐，但是硬要说的话，真正比较像姐姐。娜娜是被真正带高的嘛？她对啊，因为她你的状态比较矮一点。对啦，你要这样讲也是。你要这样讲，我也没有办法。什么大实话？哪一句是大实话？娜娜比较成熟的这句话。唱个歌呗，他叫你唱个歌哦。我也不会唱歌，我不会唱歌哎。
夜蝶。怎么唱来着？那个浪，好酷哦！哎，他为什么来着？为什么？要么就不要写出来。谢谢熊熊，谢谢熊熊，谢谢。他为什么要这样？比较爱哭。我没有比较爱哭。哥在骂，骂谁？ Center， 可是我是天才，我也是，哎，我也是吧？那、啊、你在，他在说，他在说，没错，没错。说我们就要去吃饭，要吃什么？推荐一下吧。吃拉面吗？某某啊，然后就不会吃啊，我也不会吃。你看他要走了，等了没关系，不用等，就是意大利面。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不是说，我不是。你不是刚才吃拉面吗？他们生气我啦，他们在生气我。不是说不要再讲到拉面。对啊，因为他们在生气我。竟然是生气你，不是他们吃太多拉面。我喜欢吃拉面，就很皮，这真的是你的，安娜就很皮。耶、yeah. 你要去按掉，再一次。哎、欸啊，有八个。谢谢徐阿飞的玩手礼，还同意了双手比赞。他说我们很成熟，没错。对，他说我们很成熟，没有错。红包教学，你是抢红包大师。你是自己的抢包。今天要超选什么座位？大家好，我们今天是一加十用什么？我要坐第一排。我没有感觉，有点棒，没有棒。你们心，我们是内心话，我们是诚实留言机，诚实留言机。谁敢你们留言？你们懂吗？诚实留言机。徐佩湾来了，徐佩湾怎么那么久啊？还没有来。嗯，今天要抽公园座位吗？谁想坐 A 排？举手！新吗？抢到我本人！想坐 A 排的人，欢迎指定孙雪珍。指定孙雪珍，就抽给你们哦。就是运气加持，加油 ！Plus Plus， 哎，是今天会寄信吗？还是他们收到了，还没把？他感觉他这个月会抽到 A 牌，那你指定升写真了吗？该指定了吧，剩几天而已耶。我觉得我在你这边长得比较好看，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我在你那边长得比较好看，你那边比较亮。啊，红包 ，Hello，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那边比较亮，是吗？是因为手机的问题？指定就有 A 码粉，就是有机会， yeah. 有几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上次就跟他们说，那个四格牌贴，谁买了的话就播到了。早安，早安，午安，晚安。我要周家安。你拿那个的话不能进来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写这个啊。突然播到了。你吃饭了吗？刚吃啊。哦哦，好好哦。能不能播到一样？谢谢周林的可爱羊驼，播一样的歌，播一秒一秒。谢谢周林的极速浪漫旅。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不
一样。哦，对啊，我以为今天都一样。几代？我们是几啊？他比较，我是13，他是12。Yes。为什么我记得比你还记得？谢谢小小。我星球大探索，00年代。零零年代是什么？不是90年代歌，还是我们是90年代啊？年代是什么意思啊？年代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是00年。我是2005年。00后，为什么许佩湾 ？Yes， 没有错。在干嘛？哦，他在我这里。你看，他比较爱我，但是他跟我坐比较近，他可能比较喜欢我。欧文叫韩吉宝，好好，离我坐近一点。谢谢果酱家的缘分相遇。这张票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忘记。我没有学这首啊，这边哦，这边，然后我们难得安静安静了一下，难得吗？我们也可以就这样，我去装水。你要去装水是我天下。Hello， 各位真的假的？还有阿猫们，你叫过来。我去装水。谢谢。Hello， 阿猫们。Hello， 阿的好朋友。Hello， 真果。你看他来了，你要，你要，阿里嘎多。救命！我念错什么？不知道。我不是很常见吗？还是，真果酱，真果酱。还念不出来。有差吗？差在哪里？你说要拉长吗？真果酱，一个是。榛果酱，榛果酱，那就是日本榛果酱，爱酱那种，中间要停顿是吗？那种，对，榛果酱，酱是爱称。越是交集越迷，越不死。看真真斜靠的片段，我现在就看得到了。是他吧？我不是，他今天。谢谢弯弯，谢谢弯宝。哎呦 ，catchphrase， 要不要念对方的 catchphrase？ 欢迎来到真心列车，我是今天的列车长。你应该是拿谁的杯子去装水？真的呢？那是为什么在你这里？因为我偷了你的水，所以这其实是我的水，所以现在都是我的水。我们这个直播一点都不水，你又不喝水，所以你要喝哪一杯？我要喝再说啦。好凶哦！你看，你们看，他都对我这么凶，他们都这样对。我是喵咪傻哭啦！我的梦想。我也是啊，我曾经也是梦想着可以进到 Uni Sakura。对，我以为我进来应该要当 Uni Sakura， 结果我在 Uni Pikachu。我在 Uni Pikachu， 他不也很好啊？有我两个，还有弯弯。已经没有，就是 Uni Pikachu 的天下。我们三个都是 Pikachu。对耶，但他应该不是想去 Pikachu， 不是他不是想去 Sakura， 他应该就是没差。还是玲玲在哪你就想在哪？没有，他那时候还没有想你，他可能是想去 Bilbao 了。Bilbao 超值得
girl power。那我觉得我可能去橘子。我那时候觉得我不会去 Tikato。T 组很好啦。他反正就这样。啊，按到。所以呢？那送给送一首，你知道哎，白色情人节，要听哪一组的？才哭了、啊，你还问吗？我说他们搞不好想听，我想听。OK， 你知道这个吗？不知道有没有？没有，我被骗了吗？为什么？有个手势特效。哎，有了，哎呦，好红、哦，嘿嘿。你为什么翘小子？因为它那个图案是翘小子啊，真的，哇，没有嘛，它只是翅膀。我没有，有。他不接受两个人啊，完蛋了。期待吗？对不起，我也刚刚也不知道，是慢慢来应援了。在白色情人节猜，怎么办？凉拌，炒鸡蛋，不要。你饿了，可以吃鸡蛋。一萍说要增加蛋白质，确实。吃鸡胸肉，犯规出局。我们被判出局 ，get out， 他还叫你 get out， 他还叫你 get out， 笑我，完蛋，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今天的直播快练口上，对啊，我的台比较比较，什么是练口上？忘记了，不知道。都被当成怪人了，谁是怪人？谁是怪人？谢谢林哲伟的朋友，欢迎来告白。阿姨洗铁路，阿姨洗的的，吗？练口上啊，好像是这首歌的吗？应该是，查查看，这样查不到。好久没喊了，欢迎订阅塔塔的粉，是不是要再喊？有机会吗？搞不好有啊！查查看，哎，那个公演的影片 ，YouTube 有，官方有放。我们现在要播公演的影片吗？可以啊。看起来就没在上班，但他今天放假。
情人节餐。等一下，我吃什么？什么墨鱼？墨鱼，墨鱼。然后就一直打喷嚏，哈啾哈啾哈啾。他说我感冒了，老师，老师，老师，我们要回家。老师因为感冒呢，我也请病假。拜拜。他是不是不想跟我们吃饭？哈哈哈哈哈！有人叫你音量能大一点吗？我已经很大，我已经比平常还要大了三倍了。我是认真的。我平常放暑假了吗？算吗？算。还有一些作业，但不用去学校。讲话大概都。哎，我明天还要去学校吗？我讲讲话大概都这样子而已。我不要讲话，就这样子。最好是了。什么意思 ？CP 名，我们有 CP 名，我好像没有 CP 名。取一下，最好听的他，对吗 ？Jackie， 你今天不是不能来看吗？你怎么来了呀？想你了呗。怎么这么好呀？请问吧，你们正听不上吗？你们刚听不上吗？请问有翻译吗？现在 reset 功能。reset 功能。这个根本还没调。等一下，再一次。上次出差。恭喜你。好长，长到不行。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字。我觉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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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会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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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会念的人都值得我的 respect。 眼神坚定像 respect， 有应援教学。我们在台上跳舞就够了。在台上跳舞听起来有没有？我们没有在听 reset， 不会听 reset， 我们只有 so sad。 Why so sad？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啊。哦，对，我也想看。没有看过现场，会念的都是大粉，大粉，只要会念就可以变成大粉，只要加入娜娜兜圈就可以加入大粉群组。谁还没加？怎么了？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兜圈？好吗？我要当大粉。好，当大粉。我要去抢兜票。好，交给你了。你要当那个狮王吗？好，欢迎加入大粉群组。听过，听说过。开始了吗？还没。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坎里的奇迹，奇迹。再一次，重新。命中注定的相遇，奇迹。是韩姐救救你哦，救救！什么？谁说要退了？不谁呀、啊？一定是加入小粉群，真正的豆粉小粉群。他吓到我。真是我很好，我习惯了。这里面有真正的群是公演群。什么公演？公演 MC 即视感。MC 即视感群。有人要跟我一起上 MC2 吗？
小粉裙，不是小粉，我是 pink。他是肌肉牌，现在在大粉裙里面。好啊，因为我把他叫回来，他叫回来，他本来走了，他本来走了，他会不会等一下也走了？我的小粉裙，他没有走我的小粉裙，我的走就算了，真的不行，真的走不行，他最近很不行。不行，对小粉裙只要进来了就不可以，比较温馨，就是小人温馨裙。你那边也没有很少人啊，你那边人很多哎、欸。没有啊，有退光光的，都退光光了。哦，什么意思？一法动全身，牵一法动全身，我看不到那根。不行，我的就算了。哎、欸，我要发那个，不关心吗？我发言。我也是前几个礼拜才学会发言。你看他跳上去了，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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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我是最近学的，不会走来应该。那应该就可以先闪掉，应该不太好。还是你要来看公演？你要来看哪一场公演？看完全都太粗暴。那时候他说我聊聊话很严肃，我就说应该还有其他人很严肃吧。我的也蛮严肃。他就是娜娜。哦，那我就闪。我的严肃。我闪了。对啊，他们一直让我很受伤，就会有人说，我觉得有，就昨天有人直播的时候。不是直播的时候，他在我都很说，就是我直播都在干嘛？我直播首先是蔡雅涛 ASMR， 然后乐乐在哪里？乐乐好可爱，然后负责可爱，然后找东西吃，拆包装。然后我就说，居然有负责可爱吗？他们就是说是乐乐负责可爱，好坏啊、哦！我非常的 OK， 都会到，都会到，就是赚到了，赚哇！尊重呢？尊重呢？那你们两个一起直播？ Yes. 你要进来吗？好害羞。Yes. 哎，你怎么穿这样 ？Hello。Hello。你们有特效吗？有。有啊，你有皇冠。Hello。Hello。Hello。有童姐在这里。哎、欸，我刚刚是经过，然后想说，哎、欸，怎么有女性的嬉笑声？然后就是一群，我想说一群女性的嬉笑声。先把门关起来。公司里好像也只有就是 TP 会有这个状况。你们刚刚去哪里？没有，我刚刚走，刚才来。他说你的声音很好认。为什么我没有？因为我声音很低啊。那我要回来。好多人，我先去。很多人，他社恐了。我社恐了，我大社恐。的角度好差，不差不多。拜拜。你是不是有买前前穿？对啊。你这么想是不是买给他的？等一下。对、啊。有人很饿，他还没吃饭。什么意思？来展现你的走秀啊！什么意思？走秀在台。我来照镜。他这衣品也太正。谢谢。他说谢谢。我刚刚是怎么说谢谢的？你说一瓶太正，谢谢。我同事的 business。你同事的 business。我同事的 business。business 商业吗？够，差不多。我们多了多了，学不起来，学不起来。跟我聊天。Go now, it's go now.Go， 叫我们 Go now， 他叫我们走走，要直播了。叫我们走走，你那个是什么意思？没有，就你们笑得好笑。没有吧？只有真真吧。他说你的证居然不能 take， 难过了都。什么意思？什么不能？因为你的账号没有吧？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我的手太短了，我觉得我可能要办新账号。嗯，那大家多多追踪，一定的。追踪。
他说你是成熟，你成熟吗？我成熟啊。你成熟啊？你选择性忽略耶！你真的完全超级选择性忽略。我那是忽略。姐姐，他说到成熟的衣品啊。然后后面的嘞？那他愿意啊。好的，好，说得好。出去我，我溺水。也是。他穿的成熟吧？欧尼加，你们其实也可以。就像这两个小朋友，欧尼加，我这样会像姐姐，会像妈妈。姐姐吧？他怎么一直在觉得他自己？他之前也觉得他自己是妈妈。跟谁、啊？我有吗？你有一次跟小雨吗？不是我，记错人了吧？是你跟小雨待在一起，然后你说你像，是吗？是小雨还是？姐姐吧，他真会讲话。你知道有没有很多人都叫我姐姐？就是这群四十几岁的。叫我姐姐，什么、欸？这是我的台，这是我的台，这是我们的台，你不要在这边。哇、我要走了，墨雨被墨雨被讲，我走了，我要走了，墨雨被讲，没办法，这里没办法，这里比较年轻一点，这里还没有四十，这里真的，这里确实播不下去了，大多没有四十，播不下去了。他才二一，平平好可爱。他跟你差一岁而已，对、啊。他比墨鱼大，但我不行了。他比一零小的样子，零五的，我也是零五的啊。我也是零五的啊。但你还是比一品大啊。不要问真，哎，真真，你几几岁啊？几？一多。后面的数字，后面的数，你有讲过还是你说、就是、你是说几？没错吗？对，好，谢谢。我都没听到他听到，我其实有点，不确定吗？哦，好像，好，好像，好有趣。北原在吗？最近北原生日，十七号，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他应该在林荫那边，他如果在林荫，是没错啊，是。我也觉得，但是还是先住一下，他没掉就算了。哎、欸，他不会补档，所以就是他自己就有档。但他不会看啊，消失在这里吧，没关系。我们祝福给到了，要不要听是那个人的问题。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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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开心哇！好漂亮，没错，泄露我个性，是你叫娜娜问的。好疼，好疼，好疼，好疼！头发太长了，好想剪。Oh, 怎么现在才在生日快乐？这个吧。大声。我们已经很大声了。大洋猫是这样唱吗？太阳。对。是大洋。没有差吧？没有差。不会唱。其实很好听哎，自创曲，什么时候会自创曲啊？自由的很，永远都自创不了哎。你说我们吗？对啊。你可以，你有在写词了？那个曲才是最难的点啊。那曲就再努力啊，反正我们还有很久。我们要学，我们不会学，我们学不到我们那个专业。找一瓶专业。不是这，听什么歌？梦之路。这里，梦之路。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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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可是他会有那个声音哎。好、哦，那先等一下。跳比较前面没有可以看的人。什么是我们才可以这样子？什么是？就是，确实。Passion，
先生。不知道。像这样。对啊。不行，太难过了，太难过了。五个五进入门，五个五进入门。哎，那个前三十秒实在是没有想在听。前三十秒，我其实不太会跳，有点忘记。乱跳一通，他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我的感觉比较真实，你的就是比较亮，真实就是很太写实了。是不是光的问题，还是是手机的？是，它比较黄。对，你的比较好。那、啊、没关系，没关系，真心实感。真的那么可爱，我们只要有那个、啊、那个东西，就是真的那么小一点头发、那么可爱。我是人类啊！这东西，嘿，嘿，等一下要播什么歌？不要播难过的歌，难过的歌，播那种。可爱的歌，我是狮王。什么可爱的歌？推荐可爱的歌。卡哇伊哦，卡哇伊。可爱的歌，真的好像在抽生日会哦。有什么可爱的歌？我就打。摸摸你紧紧牵住我的手，那笑容灿烂的多么暖和。
但愿记得不再念错，是传说同一套制服的朋友。你说走廊的另一头，那个梦你一直一直在等他。盖可回来了，好早哦，今天找不到可爱的歌，有什么可爱的呢？你有听什么可爱的歌吗？嗯，你吧。你？没有，开玩笑的。因为第一首歌就是你，我以为你在认真。没有，我没有认真。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你。可爱的歌。Hello， 肉排。牛奶，在椅子上睡着，哎呦，要睡觉哎。牛奶面包，耶、yeah, ！我有，你有看这部剧吗？没有，我忙到不行。没有，是很久以前的。嗯，剧也没有看，看剧不久。啾不啾，因为呢，不啾不啾不啾，不啾。商店去啊！啊，我剩这么少，快点去借一条线。我不用行程，稍等，是不是要喷酒精了？参与他，有多少？参与他。真的没有。所以今天要跟娜娜开直播，应该是不用用声写歌来让这个时间过得比较快。对。热恋冰淇淋，哎，冰淇淋。还是好久以前了。冰淇淋。传说的冰淇淋好吃吗？你的眼睛，这有那个手势。海风，你会吗？不会，我只有听过。我看一下。那个是叫的真的很经典。那个。为什么你的 YouTube 那么小？你的画面为什么那么小？应该就可以播歌哦，是啊。你的眼睛。许配完来了。你要送我礼物吗？我多少？我432。要送我？不用了，不用。我可以送千纸。年纪大了，看不清楚。谁年纪大了？他说我周围真的很猛，是成熟的女人。听 pop， 他画画吗？对，他真的懂羡慕。虽然最近有新歌了，羡慕有432朵花。嗨起来！最近有那个新歌 A B C D， 我没有听，可是跟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真假的？嗯。
我们我们夜间浪花也下播先拍卡，在我们夜间浪花三百一百，我是大粉了，我怀疑我怀疑你在，我变大粉了，我怀疑你在。是这样吗？不太好，是这样吗？什么啦？我们点一首歌。什么歌？星期二的夜里。那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的黎明是什么时候？好像五点的时候。你叫弯弯点歌的话，他会不会点那种巧虎之类的？我会点那种你是我的花朵。对，说妙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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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喜德，可是我们现在。可是我们现在，欢迎收看天生老师和那位同学的节目。OK OK， 既然大家期待我们这个月的声写歌，那我们就现场集思广益，让我这个天生老师带着那位同学一起来写。没有啊。没有，是现在完全没有词，没有唱，没有唱哎、欸，哦，好荒谬！你改编什么？即兴节目？即兴吗？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准备。所以要现场编，好累哦，还是算了算了。突然觉得好累啊、哦。他没准备跟你的意大利面，啊、真的对意大利面有什么误解 ？rap 哦，他是不是想听 rap？有什么 rap 的歌啊？推荐晚餐吃什么？意大利面。不吃意大利面。昨天跟弯弯去吃意大利面。雨。然后下大雨。然后下大雨，超可怜。晚这是我少数能当哭的机会，加油，谢谢。我们改编 rap， 他说要帅。OK 啊。不行，第一次听这首歌。我只我只听到懂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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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懂卡，我没有。面对。对啊，昨天跟弯弯约完了。哦，我们就是改编这一段。好啊。哇啊哦哎，好了，我们要先听听怎么改编，实在是。哇啊哦哎，有几次？不知道有几次啊？就是我们要学习，那同学那位同学要学习。你要教我啊？就是呢，我们一般要改词，要先听什么？要先听有几次，有几段，有多少？要先听这首歌的韵是什么 ？OK， 对。哎，对，就是 O A， 还是 O A， 就是要有种最后一个音要 O 下去，先下去的感觉。OK， 当要下去的感觉，我们就。要先数词，先数第一个。等一下，
噔噔噔噔哇啊哦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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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哦哎，它有八个字哎，不然就哇啊哦哎，噔噔噔噔，完蛋，八个字啊，八哦哎，八对啊，那所以是要先四个字，然后后面哇哇，对对，就是不想改后面，对，四个字哦，对，买生鞋。六月到了，要先一个主题。六月到了，我们怎么需要一？六月到了，六月到了，六月快结束了。六月到了，帮你谢谢夜空 sky 的小号角，谢谢夜空 sky 的一封信，谢谢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突然安静，救命！嗯，怎么办啊？那先写着。写着，写在哪里？写在这个画本画布上。真心列车。好，再来是第一个什么？六月到了。六月到了，好。哦，这个怎么出？啊，怎么出？啊！好，六月先随便写六。六月到了，哇哇哦！哎，谢谢光一的六月到了，六月到了，啊 ！Hello 光太，谢谢光一的真情告白。跟你们说，真正不讲话的时候就是会这么安静，因为我也不太会讲话。别讲的我很吵哎。你是状态起比较高。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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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怎么听到他的音怎么更多啊？噔噔噔噔的哇啊哦！谢谢光太的泰迪熊玩偶，哇啊哦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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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哦，是五个吗？再一次。他有个空拍，然后再噔噔噔噔噔。对，噔噔噔噔噔，所以是三二 ，OK， 三二，所以刚六月到不行，六月，已经到六月，可以，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已经到六月，已经到六月哇啊哦，这首真的没关系吗？好，我们可以的，好，一，天哪，今到。已经到，就是要讲，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哎，下一，嗯，你看我们改字就是如此困难，他都没看过他哪部，为什么你不来我这台讲说我很认真呢？没有，我很好，很好，天使要这样的，噔噔噔噔噔，天使要这样的，所以第二句嘛，嗯，好。谢谢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谢谢切尔东，天使要记得指定降临。啊，他感觉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哎，天使要降临哇啊哦哎。我好累哦。没有，我跟你在一起不会很累，我们可以的。Tell me， 第七句开始，所以是有六句，噔噔噔噔哇啊哦哎，所以要先想六句，已经到六月，天使要降临，不是，哎，我有在认真，我认真，我认真呢，天使要降临，等我一下哦。发个言，你可以继续想。天使要降临，谁还没下单？哇啊哦哎 ，Hello 国树，那感觉到最后了，最后现在要叙述一下我们的天使升起真是如何。天使要降临。还是先叫他们先第一波要买，第一波嘛，最后这一个你一定要买，可以。
好，听到你了，天上这里吗？啊哦，谁还不带走啊？啊哦哎，谁还不下单？哦，可是后面会有下单。已经到六月，啊，痛！已经到，我有，整个思绪都不见了。我有，可是感觉不，没有礼貌。我有在认真，我只是，可是我没看，因为我没有吃。有晚安哦，天要降临，晚安哦，哎，晚安，午安。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哎、欸。他说我假装思考，我有在思。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对，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你发了吼？好，我豆粉也发了。业配，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有六句对不对？好，有六句。我有在认真。我想一下，直到星期天，晚安哦，哎，23号，直到星期天，他居然就说是八的业配。那我们其实没有在什么押韵、欸、因为都是哇啊哦哎，但是会不会配有啊配是为就配有啊配有就不错啊，你要配偶、哦、什么配偶？你的配完了要选我是不是？完蛋，射进你的心，不要再吃拉面。什么拉面？把拉面填神奇来买我们的生写真。谁要去吃拉面？我也想吃拉面啊！好远哦，拉面，别再吃拉面。你最常吃什么？拉面还有什么？意大利面还有什么？和你见面。和你见面，生写真集叫和你见面，生写真想要和你见面，想要和你生写真，生好想吃品都哦，要和你见面哦，所以一个要先串烧吗？串烧拉面，串烧拉面，意大利面，孙贤真想要和你见面。我喜欢这个，好啊，我喜欢这个。串烧拉面，意大利面。哦，先写我看了，意大利面。哎，所以是已经六句吗？棉花糖已经到了啊哦哎，感觉也不错。棉花糖云，好想吃棉花糖。谢谢终于的真情告白，天使，那就天使要降临哇啊哦哎，有，对啊，我说继续，有棉花糖云和弓箭，好。你就好啊，你就好就好啦。我有说啊，但是你用不用？有我用啊，我努力了。好，谢谢。有棉花糖和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
几句啊？六一二三四，这个不能吧？六句。他把我想的改掉了。不是，他说直到星期天吗？啊哦哎，他把我想的改掉。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好。那可是那最后怎么办？最后还没先想先六句先看串不串的在一起，有没有串烧？好想吃。一斤到六，一斤到六，好像没了。不然只到星期天啊？不用，没关系，不用勉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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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再想，我帮你一个完整句，这个会用到，我们会用他的爱心。没太晚，但我现在在改编声写，声写歌，已经到六月，会不会很口语？很什么？六月已经过了一半吗？六月已经过了一半，不行，那个玉梅丫头，那第一句就哇哦哎，嗯。哇啊 ！O A， 已经到了六月哇啊 ！O A， 天使要降临哇啊 ！O A， 有棉花糖，有棉那什么？但我觉得这样的顺序差不多。我说要那个拍子怎么唱？有棉花糖云和弓，不对对，棉花糖云还有弓箭，对，有棉花糖云，有棉花糖云和弓箭。有没有打云和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是你的哎，串烧拉面、意大利面，是你真想和你见面。跳米，跳米，跳米。好，那就、那就这样，那个电话。指定知道这个上班。对啊，直到星期天。等一下。感觉他们想的比我还多哎！跳米跳米噔噔噔噔，真的棉花糖没有啊？像棉花糖的云，棉花糖云啊，棉花糖云。跳米跳米，噔哇啊哦哎，他好像是这样。跳米跳米，跳米跳米跳米，他帮我改了，人好好。指定直到这个 Sunday， 要吗？直到这个 Sunday， 你们最好都在公园前。谢谢西西马鲁冲浪。直到这个 Sunday， 直到这个 Sunday， 汤米汤米直到 Sunday 好了，直到听一下他的拍掌。是tell me tell me tell me OA，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OA 哦，不是 tell me tell me 知道 Sunday， 可以 tell me tell me 知道 Sunday， 只剩四天了内，只剩四天了内，内，你们要买生写真的妹。OK， 写完了。非常感谢娜娜的内也算吧，内，我存在就好。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哎，是要买生写真妹，可是要这样，你们要买生写真妹，是要怎么唱啊？他把我们唱不出来。稳的，要来了。天使要降临我啊哦哎，有棉花糖哎，欸、很难哎、欸，有棉花糖银河，有棉花糖。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糖跟云中间要停顿。有棉花糖，有棉花糖，是棉花糖云和弓箭，棉花糖云和棉花糖，还有
棉花糖还有云吗？太多字了，棉花有棉花糖云，还是不要有云和棉花糖云和弓箭，嗯，棉花糖云和弓箭，嗯，比较像。已经到六月了，啊哦，哎，天是要讲棉花，啊哦，哎，棉花糖，棉花糖，哎，不对，不对，棉花糖。那一句是不是的字？是棉花糖和云，所以棉花糖和云先分开，谢谢。哪里有棉花糖？棉花糖和云。你说生写韵哪叫棉花糖？都是这里那里吗？云还叫棉花糖？可是你跟它就跟云分开了。云像棉花糖，云像棉花糖。云像哎，云像棉，不行，云像棉花糖，还有弓箭哦，云像棉花糖，还云像棉花糖，云像棉花糖，有棉花糖和棉花糖和弓箭，八个好像不是，对啊，八个字啊，云像棉花糖还有弓箭，像九个嘞，噔噔噔噔噔，没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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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九个字。没有，对，总共是会九个字。再给他一次机会。头发又长。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哎，同时要讲你哇啊哦哎，云上棉花糖花，还有云上棉花糖，云上棉花糖还有弓箭，云上棉花糖。你想棉花糖还有弓箭，要么就是你想棉花糖和弓箭，棉棉花糖和弓箭，这样比较像。嗯，和就是少一个字哦。嗯，你想棉花糖和弓箭，对对对。哦，已经到点了哇啊哦哎，同时要讲你哇啊哦哎，云像棉花糖和弓箭，不是你的拍子错了，云像棉花糖到黏在，云像棉花糖和弓箭呢，和糖跟和中间，嗯，会有空。讲你哇啊哦哎，云像棉花糖和弓箭，哎，好奇怪，少一个少一个字吗？下面花糖，还是我们他每一句的节奏不一样，怎么办？再给他一次机会，再听一次。如果是还有，就是还有哎。已经到了哇啊哦哎，天使要降临哇啊哦哎，云上棉花糖还有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神仙正想和你哎，这样交换。啊，对啦，哦，那刚刚那样是汤米知道三倍，汤米知道三。好，再给我一次，我们要快成功了。功的音不成功变成功键，对，没错，来了。已经到了哇啊哦哎，天使要降临哇啊哦哎，云上棉花糖还有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约会，小小的棉花的里面，神仙真想和你见面。Tell me 知道三倍，只剩是，哎，只剩现在不能那么短。哎，你们满是写真的美，你们满是写真美，知道。只剩下四天，只剩下四天了呢。忘台了，忘台了，救命！硬凑。我的哦，等等。不行吧？
只剩下四天了呢。你们只剩下，还只剩、欸、你们只剩下四天了呢。你们只剩四天了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所以你们。一定会成功的。你们只剩四天了，那比较少。没有，他那句蛮长的。你们只剩下四天，是吗？好吧。好难。已经到了我 ROA， 开始要讲我 ROA， 英雄面包糖还有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串烧拉面、意大利面，现在真想和你见面。Tell me, tell me， 知道三倍。你们只剩下四天了，我们放在后面，前厅后面。好，我快出去。哎呦！我的二等着我啊！我的二第四，我的二第四我啊！哦哎，帅多啊，没错啊。你们只剩下四天了呢、啊、你们只剩下四天了，你们只剩下四天了呢。你们买升学证了？你们要买升学证了呢、啊？哦，等一下，看不懂，看不懂。你们要买升学证了？你们到底指定了没？你看你这个啊，你们要买升学证了没？你们要买升学证了没？要买是要讲指定。你们指定升仙了没？你们指定真真男男了没？真男男了没？你们指定真真男男了没？要吗？好，你们指定，你们指定真真男男的妹妹。不客气，这是 AD 的一颗星。他是成功了没啊？不，你们指定真男的妹吗？真真男男的妹吗？对啊。好啊。他名字大双倍，你们只剩下四天了呢，你们要买升学证了没？你们指定真真娜娜了没？反正现在只剩四天了呢。你们指定真真娜的妹。真娜是谁？真娜是我们的。好难哦。真娜有妹妹吗？没啊，我没有妹妹。看你我只有真真。你们指定真真的妹，你们指定真娜的妹，你们指定真真的，真娜很难呢。你们指定真娜的妹呀？你们指定有吗？有怪吗？我觉得还好。那你看，你们怎么的？看你这大三妹，现在是天人妹。你们指定真男的妹，怪怪的吗？嗯，应该是要真男的，真的。你们指定真真男男的妹，对，没错。嗯，可以就好。看你这大三妹，现在只剩下四天人妹，你们指定真真男男的妹。嗯。
成功了。我们为什么要讲？哪样？讲做说做事。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了销量啊。该买的都叫他们不要后悔，没有买的话飞机就会后悔。我已经脑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搞这种啊。欸，我之前做纸的时候给我就是这样疯的。你说做因为很难啊，因为你写完之后你还要唱得出来，硬要对。 嗯好难哦。没错，谢谢你最闪亮。好了，要开始练习，写完就是要练习。在这里吗？不是，前面。一起到人里哇啊哦哎，天使要降临哇啊哦哎，云霄飞花糖糖。还有吗？还有，看不懂，因为删掉了，看不懂，我也删掉了，我就打出来。爱去，你有爱去吗？我没有。我没有来机，来，我也没有来。啊，你不是有下台？没有进去。哦，正式说什么？他说要录。嗯？他说要录，录什么？这还有我的歌词五月声写真呢。辛苦。这样可以吗？啊，那就是六月。六月。声写，但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吗？伴奏，伴奏，因为我都是用伴奏。哦，伴奏版吗？对，就是已经，那应该要怎么看？六月，头部，云像棉花糖还有弓箭，咻！哎呦，怎么这么暗？好暗，感觉林依依前辈下播了，大家进来了，是吗？差不多，因为五点多了，没错。是吗？我饿了。我不饿。他已经加饭了。和你见面。对啊，我们要到六点。我们六点前搞得完吗？可以吧。已经要结束了。好像有想法。请问等一下要吃什么？不是。今天第一餐要吃什么呢？你刚不是不饿？问就是意大利。对耶，我刚刚才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吃，也可以，可以来得及，一个小时多了。这些真的美，真真当当的美。
也不敢在我这里说哪里。好了，好了，好了。好像没有那种伴奏吗？福州干拌面。需要的是 Supernova 伴奏。Instru。课本我们就听不懂。不会的，你是天才，你怎么可能听不懂？这时候才会承认吗？他说没有一边可以走路的。好啦。什么意思？他说想要走路道。那哪一边是正确的？我是说音乐。这里吗？那我再听一次刚刚那个。是欸，我是听不太懂。欸，好像是后来就是欸，后来就复格了。怎么办啊？我听不懂欸。前面三四前面说说说说不能吧，已经到了啊哦欸，可是要转了啊哦欸，你身边花团还有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野配，穿上烂棉意大利面，是你真想要和你见面。 Tell me tell me 知道三倍，现在只剩下四天了内，你们是顶真真啦啦的妹。好难哦。可以，我们成功了，我们很棒欸。那我们有那个动作欸。什么动作？真的哎，太难了，那个音乐。哪边是？在那里吗？他讲话的时候是空的。对对。嗖嗖嗖嗖，喷到我吧。对，我抓得到那个，但我其他抓不到。我是只听得到。那弯弯帮我们拿着，看看到吗？你放在这里，你就这样拿着。然后我们要这样，速速速速速速速喷诺曼，右手旋律，噔噔噔噔噔噔，速速速速喷诺曼，啊，错了，错了，不对，来了。已经到了我啊哦哎，开始要整理我啊哦哎，你上面发展还有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夜配，穿上拉面意大利面，之前真想和你见面。 Tell me tell me 知道上帝，原来只剩下四天了内，你们指定真正拿到了没？哇，你指定真正拿到了三千三，谢谢大家。记得要购买，只听懂意大利。哎，很难哎！谢谢掌声鼓励，谢谢。我精疲力尽，我可以去睡觉。不行，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耶！啊，哎，已经伴奏很难哎，伴奏很难。谢谢掌声鼓励，我们是很。谢谢一颗星，很那个的吗？肚子饿。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哎！所以通常我不会在直播在做这种东西。天真老师，满意吗？需要再唱一遍你们才会买吗？不然我们就下班了。还有十分钟，还有十分钟，还没有撑过去。我们已经做很久了，这才一小段，我们就搞完整，就知道我平常做的事情跟做了多久了。真的，有心的，太难。要到放冬粉吗？需要吗？还是应该一人一只手就更搞笑？你没有是我先啊？不是右手先吗？我说我的这只手。先，真的吗？可是你的这只手先，我说这只手是我哦哦的意思。五六七八，哒哒
直升。不能直视。什么意思？Uncle Uncle Lu。划船。划船怎么可能这样？已经到六月。换我乱唱，我不要。红红也会唱，红红快点进来一起唱。我不要，救命！就变成说你们指定 pick up 了没？ pick up， 你们是几个人？有你 pick up 了没？指定有你 pick up 了没？指定，怪怪的。有吗？刚刚唱的还可以吗？还可以吗？但他们说听不懂，虽然听不懂也是正常的。听不懂吗？我们已经讲的部分吗？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哎，就是要降临，还是一人唱一句？好像可以。那应该是，果然酷妹是做不成的。我是酷妹，她是酷妹。我们角色互换。那你就感觉更，感觉你要先呢，因为你要唱那个意大利面，你就是要单数，这样。OK。所以是你要先一进到，哎，开始。结束了。结束。以为是开始，结果是结束。在这里吗？啊，抓不到哎！为什么？在这里吧。嗖，看到吧？哎，慢，太慢了啦！我抓不到，我刚刚怎么抓的？我刚刚怎么抓的？是喷到我饭，一起到六月哇啊哦哎，天生要降临哇啊哦哎，最上面化妆还有弓箭，太快了，唱太快了 ，sorry， 我们好像唱太快，是我们唱太快，我们唱太快，还是我们清唱啊？为什么要音乐？好，放弃吧，放弃吧，那、啊、你要一人一句吗？好啊，可是这样会不会很干啊？嗯，哈哈哈哈哈！哭的好累。Nova， 墨鱼，我太不靠谱了，要叫墨鱼在哪里啊？这里吗？不是，这是 Nova， 那就是前面啊，这边是 Super Nova， 对。是 Super Nova， 一起到六月八啊，哎，抓错了。是分六分，已经到六月哇啊哦哎，天使要降临哇啊哦哎，右上面花糖还有弓箭，我们都已经发了业配，吃上拉面、意大利面，剩下真想要和你见面 ，Tell me， 知道 Sunday， 现在只剩下四天了内，你们指定真真的拿了没？多多购买生血针，我们尽力了。应该有飞到拜吗？算了，没有就算了。六月生写真，指定陈以真，指定陈以林。OK， 可以吗？有对到吗？我们还有五分钟。晚安，大家晚安。刚没有在顾及大家，非常抱歉。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现在有谁哈？大家晚安，希晚安，这样晚安。他
说喜欢第一课晚安，光影晚安，什么什么第一版啊？他说比较喜欢第一版还是第二版？我一直都在啊，我一直都在线上，我只是，我只是，我们这样就是一个不想上班。哇哦，哎，哇哦，哎，喜欢一起唱还是一人一人一人一段的？你喜欢吗？他比较喜欢一起唱，他比较喜欢一起唱。晚安，晚安大家，我们只剩下四分钟了，难得的同台耶！抓嘛嘛嘛嘛，抓嘛嘛嘛，哒哒。说不定他觉得对啊，他要怎样吗？可是他就是那种每次都是越多越晚的。如果对啊，对啊，他不是说几点就几点，真的。啊，那个水你要负责喝完。好啦，对，这个水没了，哇啊哦哎，不要饿到哇啊哦哎，赶紧吃饭哇啊哦哎，要吃什么哇啊哦哎。我想要吃乌龙面，真的假的？啊，想想再说。快啊！但这样他们等一下就要去堵我们。好，现在想要我们俩干嘛？难得我们两个一起直播。妈妈，妈妈要出现吗？可以吗？可以啊，来吧。违规不？违规，哔哔。红牌一张，警告。我很肯定。你才会赌人，我要赌谁？我要赌真真。你的粉丝来看你，哎呀，后影，这都是、哎、都是没错，都是，两个都是，因为你竟然他们才开始说话，都不是来看我，妈妈脸颊肉最瘦，确实，你说实话，说什么？说实话。我们都穿白色了，我都穿白色。什么什么意思？你不是来看弯弯的吗？弯弯进来，你才进来。你看，被抓到了。弯弯今天没有站舞台，怎么可以哦？弯弯今天站的是舞台，他站的是膝盖。闪亮登场。快点，妈妈没有啊，代表作，什么代表作？我们代表作就是，对，快点，想跟你说晚安，你要跟他说晚安。晚安。你的代表作大概是？哎呦喂，煎汤圆。有那煎汤圆。哎呦，有人说像鹅啊，这鹅啊吗？烫呼噜呼噜。但是这首歌真的是，东北，好美！我那个，他会不会去谁哦？是的。看不出呀，那拒绝我。送不了你啊！我跟你是同期。角色扮演 cosplay， 这不是。Oh, 你现在不是呢？好，我不是真。上台一鞠躬。
我有吃啊。弯弯下午好像吃過。哦，没有封他，他们不惯，不太习惯。七月公演资讯公布了，哎、欸，对吧？上个月公布了。七月耶。对啊，上个月有吧？上个月怎么？七月公演资讯公布了，七月十三、十四，我瘦了。日期公布了，名单嘞？名单有公布了吗？还没啊，那就不能讲。反正弯弯全残，可怜人，哈哈。好了啦，没想到每次都这样惨惨。反正弯弯全残，加油！加油！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他在跳公路。加油！我这个月也全残、嗯。今天抽走位。哦对。所以你们应该要买生血针积阴德，你们积到了够多的阴德就可以做 A 牌。积。我们是吗？我抢红包，红包什么状况？红，因为你要被车撞完救你。暑假还要工作。啊、没抢到，没抢到 ，sorry。暑假当然要工作啊，工作。只有五个我抢不到，我不能当前五名吗？做人就是要真心。真心的只停留在台中，你知道这件事情。那你下次想去哪里？去台南啊、哦！我也想去台南。走，我们再走。他只在你这边说第一名，他不爱我了，我要走，我要下播了。因为你也在这里，我要下播。那你本来他说你的原前五名你可以的，你是在说他还是说我他吧？你啦。可是他说你脸比较圆，他在你这边说哎、欸。没有，他们说他在我这边说你的脸比我圆，就是有一天他们说，你们两个，你现在来评啊，现在来评啊，来今天第一号机位，英国奖机位，第二号机位，阿猫机位，请问谁的脸比较圆？你看这个胶原蛋白，赢不了吗？赢不了吗？赢得了吧？其实是弯弯啊，原来是弯弯啊！原来是我了！哇塞，你的小皇冠，小皇冠，得奖感言，得奖感言，谢谢，获得圆脸冠军，谢谢各位。喜欢这个称号吗？不喜欢，我不喜欢。Sorry， 这个投票冠军不是很满意，我们就差一点夺冠了，我们真的很难过。我们其实得冠会很开心的，但是又没有得冠，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这个比赛中就是输了，可能还不够努力吧。对，是我不够努力，才没有办法得到。是我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愿承认。不会了，不会了。加加油！公演详细资讯，谢谢助演的提示让我们。七月真的、哦，七月到两点，我所以出来。我一开始还忘，我还以为这礼拜日是两点开始。对他以为是两点开始，我也是两点开始，结果不是。所以公演资讯出来了，所以名单也，哦对，全餐啊。是买的时候就会出来了吗？买票就出来了。我们时间买票才会出来的吧？对。好了，我有问题。全餐仔。全餐仔。
来看了。刚刚我有说。好想听中文歌。听，你说一首歌好不好？哎、啊，你们抽到好座位了吗？没有，今天晚上才会发。现在不是晚上，现在还没晚上。穿穿不好吗？你就常来一下。虽然也不能勉强。问问他听什么歌？我都听什么歌？你要确定。正常一点。你说巧虎。正常一点的歌。不知道，林俊杰比较多吧。林俊杰。真的、啊。对吧？对吧？林俊杰比较多吧。你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下一次下礼拜一十一点。下礼拜一十一点。你公演隔天不用睡觉吗？是。我公演完后几天都会很嗨。林俊杰，但我觉得播五点的话比较能睡久一点，因为他会开到几点？晨晨在歌曲合集，不要再跟我提潘立德，怎么那么难？我最近悲哀，潘立德你怎么都听那么悲哀的歌？要坚持。晚安，大小姐，再不睡的话，我要跳舞了。那我睡，不要，我不要睡，请跳，请跳，等等等，哎，已经算下你没有跳了，你知道吗？四骑士已经跳几个，已经跳一半了。你说小，你说大小姐？对啊，执事团已经一半了。还好。夜猫吗？汪汪不是吧？汪汪不算。汪汪，昨天前辈传讯息的时候在吗？那个 MC。好，你不在。哦哦，对，那时候哎，十一点多吗？不是，三点多。那时候不在。哦，对，那时候你有回。对。还有，我们先想一个团歌，以后一起播，就以一首歌结束。你说哦，好啊，好。交给一秒。T V 了吗？要 T V 吗？好黑哦，为什么？因为等不到天黑，等不到你的晚安。害怕清醒，我很安静啊。不然没有跟我们俩，我平常是很像的那种。只是我本来就很安静，我只是直播就是脑袋抽到。因为我想不到一个适合我们的歌，可以再想。受了什么折磨？没有啊。我们很开心啊！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在等墨鱼来，然后他一直不来，不然我们也不用播那么久。不然我们要念榜了。我们其实要念榜了。我们要念榜。那墨鱼他说他搞不好会来一下。一下。哦，搞不好这人就是不给我们明确的时间。只有来一下，七点多。王菲人。谢谢坏人。为什么这么悲伤的歌感觉？对啊，所以因为选不到歌，帮你们选一首适合我们的歌，适合我们的歌。晚上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还是我们现在去买再上来？还要关播？谁播？派两个人下，两个人下去买怎么样？有伴，然后就是跟不我台，然后我坐在这里，好笑。可以放自己的照。对啊，过六点，
说话就等某人了、要吗？不要吗？不行。没有啊，有人。你说弯弯吗？这样那某人要吃什么？他搞不好自己吃饱，他都吃那个。哦，对，都吃那个。嗯，他都吃、那个。可是我，没有想要特别吃那个。那我们吃。红包。兜粉出没日，有谁的兜粉出没？哎，为什么不让我讲？没有的。今天直播点更小，而且都是假人，就是之后还是比他们大。吃墨鱼意大利面。好吃哎、我喜欢吃墨鱼意大利面。你停顿太久了吧？你停顿太久了吧？墨鱼意大利面，墨鱼面，简直！吃墨鱼意大利面。没有，我只是脑袋在思考，就是已经在想那个意大利面了，所以才会停住。不要停住。哦，我的腰啊！不舒服。今天要跨日吗？等一下有行程的时候。这是什么？哦，林俊杰。晚上好哟。啊！我还没学，你等等。噔噔噔噔。你今天素颜吗？没有，没有。如果墨鱼在今天以前不来的话，就要跨日了。我们真的要等墨鱼吗？我有点不想等。还是念吧。啊，对啊，该念吧。要念吗？要一起念吗？那你先念，我可以一起念，他先念。今天的第十五名是 AD， 谢谢 AD， 毕业快乐。第十四名是喜德，谢谢喜德。第三名是 ED， 谢谢 ED。第十二名是俊生，谢谢俊生。第十一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十名是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九名是科技玉，谢谢科技玉。第八名是韩吉，谢谢韩吉。第七名是华伟，谢谢华伟。第六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五名是北原，谢谢北原。第四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三名是夏儿，谢谢夏儿。啊，头发好痛。第二名是韩吉，左右是韩吉，谢谢。第一名是熊熊，谢谢熊熊。恭喜熊熊争取，耶！阿文，他吃饱了，谢谢。你吃饱了，换你了。我是有吃啊，可以再吃一点。看看。康康，这是第十五名的晴云秋月，谢谢晴云秋月。第十四名的 AD， 谢谢 AD。第十三名的 QQ， 谢谢 QQ。第十二名的婷玉，谢谢婷玉。第十一名的苍苍，谢谢苍苍。第十名的夜空爱，谢谢夜空爱。谢谢第九名的咖啡，谢谢咖啡。谢谢第八名的 tomato， 谢谢 tomato。 谢谢第七名的小板面线，谢谢小板面线。谢谢第六名的北人，谢谢北人。好痛。谢谢第五名的俊生，
的韩琪，谢谢韩琪，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公演见。韩琪那真真是不是只有一个？就我一个，他就一个人。对你，他就有两个人哎、欸。什么意思？没关系。我是说他要有事啊，我们等一下也要有事啊，但是他跟他有约啊，那我一定是自己买过来吧。哦，有道理，先拜拜。他们要拜拜，他们想看，我想跟我们拜拜。好啊，他们想跟我拜拜，催了都催了，他们催我下了。拜拜拜拜拜拜，地震地震地震。